菲律宾比增加势力无法欺人境外生意，分别在菲律宾三里和南非一里。其中南非的该案，其他今日如尽头，但是无去本地生款。今日期满了后，其他去本地生款将扩增，连续五年无本土案例。之前抗体仍然骚扰个区内过年连假，各种防疫措施停建提高。交通部讲，已经收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回函，台铁、高铁禁止适当时的部分，无头紧闭公告，明年初日起实施。桃园市政权市今日武汉肺炎，陈文灿先生出席桃园市医师工会召开的应变会议，还提供医护扩展，还有各地补偿慰问金。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近日发表声明，表示肯定同罗兰来支持防疫决策。金门县公务处近日讲，一个医生轮番传染疫情的宣言，医生试图中国检测武汉肺炎可能是肉阳性。虽然过后检测是阴性，但是为了生意，疾病管制单位下周都了讲，派人等上检疫了后将本期落改。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近日讲，武汉肺炎造成全国旅游业同2020年损失有1.3兆美金，台币差不多是37兆。韩国联合旅游市场成立近20年。